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卡，今日继续玩 GTA Online。佩克里岛抢劫呢个 DLC 就喺寻日12月15日推出。今日呢一条片就系讲下有关今次 DLC 嘅资讯嘅。今次 DLC 多咗一个新电台，叫做 Still Sleeping Los Santos。咁呢个电台要喺赌场同埋米罗公园附近先接收到嘅。咁佢就会 send 信息俾你，要你帮手修复广播天线嘅。咁今日呢一条片就系话俾大家听嗰十个广播天线嘅准确位置。以上就是那十个广播天线的位置，你找齐晒他们之后，他就会 send 信息来多谢你。那都未真的在所有地方都接收到这个电台的，我相信他应该会迟些正式推出，同埋他说会送份礼物给你啦，我估是 T 恤。那今天有关佩克里岛抢劫这个 DLC 的资讯就来到这里先。那今次 DLC 呢仍然有很多东西在发掘的，之后下来我会拍更多关于今次 DLC 的片的，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我系香口卡，我哋下次再见啊，拜拜。